真能耐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哎。多才多艺啊，还有没有？嗯，没有，不送苗我走了。嗯，那个刚才是高峰，嗯，高峰就是于老师的女朋友。对，没有，不能不承认啊。谁呀？这哪有这事儿？让他们两个休息一会儿。嗯，又换上我们来了。是，高峰、于老师还有我，我们仨，嗯，算是发小。对，一块长起来，这都是这么大就在一块儿。对，小孩呢。从小便认识啊，你这话听着那么别扭啊，从小这从小就认识，就这么说吧啊，现在啊大变样，那也得说从小便认识，从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对，谦儿哥对我们这几个小兄弟不薄啊。怎么叫不薄呢？您太客气，跟我们在一块儿没让我们花过钱啊。那我大几岁的，应该的。还哪那么些应该的啊？是人家家是有钱，嗯，人他父亲卖身的啊。你就别提这个了，就忘不了了你。但是人家凭什么给你花钱啊？小哥几个在一块儿啊，吃饭，嗯，人家花钱。嗨，有就花呗。喝茶，嗯，人家花钱。一样，喝酒，嗯，人家花钱，应该，哪怕去那个地方，嗯，人家花钱。去哪个地方啊？新华书店呢？哦，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你叫聂个地方啊？嗨，改外地人了，你真的啊，真是，看他花钱都眼晕。怎么呢？这家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趁钱啊！怎么这么有钱呢？哦，我们那会儿还，我不知道谁还记得，有一种东西叫 BB 机，嚯，那就用了一阵儿。哎，得四十来岁往上的人，嗯，传呼机，对，我们就弄那个，最开始700块钱，对，后来有汉显的汉字，嗯，1000多到2000多都有，是，弄一这个我们还显摆，你看我这个，嗯，那会儿人谦儿哥，嗯，就用手机，对我这手机买的早，大哥大，是。你这是模型小，拿了一样子，你这小。我们见过谦儿哥那个比这得大大这么些个，加上天线那么大个。您说那是二战期间用的，您那是。人家就用这个了啊，我们还臭显摆呢。哎，我这个1500，嗯，那个我这1600，嗯，人家于老师在边上，嗯，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。哦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，哎，咱别的先不说呢啊，你管这个叫云淡风轻啊？这个，我这干什么呢？我这来电话了，来电话，我干嘛这样？震动的，我这震动也太大点了吧？这，哎呦，这才伸手掏这电话啊！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吧？哎，什么呀？喂，哦，我是于谦呐。哦，谁呀？打错了，打错了。那我这么惊讶干嘛呀？常联系哦。还联系什么呀？挂了。我这手机插哪儿了？啊？不是，你给我一解释嘿。裤子上面有一口袋，哦，听这声可是穿破口袋了。插好了手机啊，云淡风轻的往前走，又一来了，嗯，哎，我这没在口袋里吧？这个，嘿，嘿，回来吧，啊，哎，这行，别使相了，有钱，什么有钱？这跟有钱有关系吗？两大特点。啊，第一是有钱，哦，第二是有情，哎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随他父亲，啊，我们爷俩像。哎呦，那老爷子有情义。嗯，反正这么说吧，他父亲年轻的时候，哦，看得见的女人就爱，这叫有情啊。那是，后来家里说这怎么办呢？嗯，给他父亲把头剃了，哟，送到庙里出家，当和尚了。一上午看上6个上香的女施主。哎呦。
就这样，这点他随他爸爸。我也这样，12岁就看上他表妹了。嗨，就看上我表妹了。表妹叫绿茶。哦，绿茶婊啊，你别来这套啊，这词儿不懂。说当年小时候这胡来，后来正经结婚跟嫂子过日子啊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，这话对。现如今啊，天底下最疼你的人就是嫂子。那应该的呀。第二个是我啊。对，我跟嫂子疼他那这当亲人一样。这怎么那么别扭，这话听的。有时候于谦出去�拍戏拍电影，嗯，去过10天20天的，嗯，我跟他媳妇儿一天打7-8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。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是坐火车吗还是开车，哦，火车还是动车是怎么着，嗯，具体哪点啊，就说越细致越好。哦，千万不要那个大半夜回来给你个惊喜，那得把人吓死，知道吗？哎，好嘛，你们打算问出什么来，这是知道您什么时候回来，收拾屋子归置干净了给您接风啊。是这样吗？哎呀，老嫂为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良心放在当间，哦，应该这样。多了见嫂了，咱们客客气气、规规矩矩的。应该。嫂子好，要带鞠躬的。一见不日，嗯，如何三？哎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不是，有一个多月了吧？就别往后说了，别往后说了。纠正您一词儿啊。好的。那叫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这4个字儿，一个字不多，一字不少。那不行。说乱了不行，如隔三秋。对，嫂子您挺好的。哎，嫂子也挺大方的。他说什么？死鬼。哎呦呵，你怎么有日子没来了呢？啊，是你在家里看得紧的。这嗨，没有这么对话。谦儿哥呢？嗯，你来的正好。哦，刚走。哦，嗨，对，我刚走叫正好啊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嗯，上家吃豆腐来。嗯，吃什么豆腐？他会做饭呢。啊。麻婆豆腐、葱烧豆腐啊，哦，一炒炒一大盘子，嗯，吃这热菜，哦，这还有凉菜呢。凉菜是拿黄酒蒸的金花火腿，哦，片成大片儿，嗯，吃这个。哦，嫂子这什么呀？嗯，缺德。怎么了？有一腿。哎，怎么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是吗？你们家不得隐晦点吗？不能瞎说啊！我跟嫂子我们那是有过梦的交情啊。过梦的交情啊，那叫过命的交情。过命的交情，你跟他有什么过命交情？我跟谦儿才算过命的交情，这就对了。举一个例子啊，啊，看现在我也不喝酒，嗯，但他一说我找你喝酒去，您快来，欢迎吗？陪着呀，哦，打下午4点能喝到半夜12点去，就陪我这么喝，又困又累又乏，觉着没意思，但是撑着绷着也得陪谦儿哥喝酒，聊天为主，交情嘛。嗯嗯，喝得迷迷糊糊的了，嗯，手机微信响，谁来的呀？他媳妇给我发一3点照。哦，半夜里他给你发一3点照，发一图片啊，拍了一个钟表，上面3点。你瞧这怎么那么别扭呢？谦儿，哎，你看这个，啊，我给我看，干嘛举那么高啊？谦儿一看这个，啊，哦，我要现形是吗？这是拿照妖镜照我呢是吗？看这表啊，看表不用举那么高。我嫂子催你了，3点了啊，急了。什么？我用他催。哦，回去找他打架去。哇，哦，你这边谁拦住？脾气太大，到家就翻脸了，真急了。我用你催我啊，你要疯啊？哎呦，嫂子说你懂好歹不了啊啊，别闹，这几点？3-4点了。是，让街坊笑话多丢人呢。嗯，这叫什么丢人呢？哦，我丢人给你看。我要干嘛呀？我现在就上街，啊，小区外马路上，嗯，脱个一丝不挂跳舞。我这给谁丢人去了？我这是，就是这么耿直啊！我这叫耿直啊！这是一个要强的 boy。嗯，哎嗨，这行了，您就是好好说话就得了。推开门就出去了，啊，嗯，出小区上马路，脱个一丝不挂，跟那跳舞。真去了，正跳着呢。啊，我到了。您干嘛来了？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你看怎么了？走就不放心，哦，担心真吵架怎么办？嗯，来到这儿，果不其然，黑灯眼儿枪杆拉，这光屁股跟那儿跳舞了，多丢人！一把我就拉住了。啊，谦儿哥，别跳了，上路灯这儿来啊，看得清楚那儿。你嫌我这黑灯眼看不清楚是？灯底下暖和，那能暖和多少啊？那我上楼找嫂子给你讲这人情去。哦，你去啊？迈步就上楼，啪啪啪一砸门。嗯，嫂子这火还没下去呢。那是死外头。
嚯，不用回来。嗯，你不是能力大吗？嗯，我告诉你，于进来。哎，嘿，怎么看着你才消气儿了？进来，把门关上，插销插上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细声细语的？外边有一跳舞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哦，前儿光着屁股跟街上呢。啊，我还以为是气话呢。嗯，真的呀。啊，什么样儿？还什么样儿？这对我给你学学 啊！我用你学吗？这搁这，我用不着你学啊！这学什么呀？于谦什么样，我什么样？不用，我也脱一丝不挂。什么呀？就为给你讲这情。讲什么情啊？讲这一夜情啊！哎呵，我就知道好不了。讲情转讲到转天中午12点得有。嚯、哦！嫂子说行了，我这气儿也消了、啊，让他回来吧。你看。一天云彩散，那就完事儿了。走，叫于谦去、嗯。你连裤子都脱了，什么人性、啊？来到街上，我眼泪下来了。怎么那么爱哭啊？于谦躺在马路当间有一花坛，啊，那花池子啊，跟那睡觉呢。我也是跳舞跳累了，你这个心也太大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跳一宿，衣服叠得很整齐，放在边上啊，鞋放在衣服边上，多规矩。哎，然后手机插了充电器，嗯，那头插了土里头。哎嗨，还是喝多了，一丝不挂，光着屁股跟那儿躺那儿光着。哎，他在从中笑，我就别笑了。围这花池子啊，得有40来个老太太跟那儿看。这老太太们都干嘛的？就是那个跳广场舞的那帮啊。这也实在没不着，怎么那么贫呢？这帮老太太有点正事儿没有啊？哎呦，那谁？孙奶奶啊，你给我拍一个。对，这别拍，这有什么可拍的呀？这个，嗯，我赶紧来了啊！奶奶们散了吧，快回家回家吧，该走回该吃饭了、啊，该做饭了啊！我这一拉于谦儿，嗯，老太太不干，怎么别弄他走啊？干嘛呀？我打电话了，打我们这赵奶奶输液去了，一会儿回来看，哦、死不死啊？他都输液了，还不忘了看光屁股老爷们呢？这个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赶紧给他们轰走，带着于谦回屋啊！一上楼啊，鼻涕眼泪全下来了。这感冒了，冻的呀！啊，眼瞅着发烧。哦，嫂子真疼他。嗯，那个，你听我的，该疼你还得疼你。哇，别吃西药啊！怎么？西药伤肾。哦，那我给你熬点中药吧。啊，中药。这碗中药熬2钟头，费功夫。嫂子端着中药进来了啊。嗯，累。大郎。哎，嗯。你喝了它吧。哎呦，他这挣扎着啊！等我兄弟武松回来的。哎，对、嗯。这会儿功夫，我跟王妈妈在外屋。哦，怎么又有你呀、啊？这里，就别掺和了，这都潘金莲的事儿了。大帮围着。嗯，这个就是那于谦吧？还说话了。对，嗯，于谦。对，是我。哦，够白的啊！你管着管管。嫂子给我也熬了一大碗。老有他的。你这碗是参汤。哦，人参。嗯。谦儿他爸爸卖人参，又来了。你喝这碗，你补一补。嗯，我这一接没拿住，啪嚓掉地就碎了。哟，整个碗全碎了。啊，哎，哎，一个 A 字没出完，嫂子话到了，说，哎，什么 A？ 嗯，我再陪你一碗就是了。什么？什么陪一碗？刚才不是陪一碗了吗？这个陪中陪药，知道吗？中药中药。对，说的就是、哎、人家两口子感情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。我们有感情基础。那的，他俩人认识那会儿啊，你想于谦那会儿还穿青纶裤衩呢。对，我这是什么划时代的标志啊？这个，那都得40-50岁往上人才知道啊。青纶你懂吧？青纶不就是化纤的东西吗？就是那个假羊毛的玩意儿啊。那会儿净着来个青纶的裤子，嗯，那玩意儿有静电，是，穿裤子还噼里啪啦的了啊，穿裤衩儿，啊，好家伙，老看谦儿那会儿头都立了。哎，好嘛，我到了科技馆了啊。嗯，啊，追那公共汽车追着跟前一摸，啪就出去了。哎呦嚯，我摸电门上了，这么大电。打那边于谦这样过来，嗯。一看就是没穿裤衩，光着呢。你要一看这样过来啊，嗯，静电，说明是晴纶的裤衩。哎，我还以为又来电话了。嗯、
认识嫂子了，嗯，才把情侣裤衩扒了，哦，拿毛线给织了一钉子裤。对，毛线的还得是钉子裤。我也不知您哪位穿着钉子裤了啊？啊，来举手举手，我看看啊。没有，没有啊，都不好意思，勒得说不出话来啊。嗨，这钉子裤勒勒完是痒痒，你知道吗？它毛线的呀。谦儿那会儿没事老得挠啊。哦。所以您记住了啊。嗯嗯。这个啊，嗯，来电话，哦，这是晴纶，哎，这是毛线的。哎呀呵。怎么那么乱，我这一天太闹得慌，哎，要是半天不动然后抖了，那他爸爸撒尿了，哎，别都连上了，您这个没有那么些乱。嫂子对他那是真好啊，他对嫂子也好，都我们两口子互相。有一天我要拍电影，就你们俩这也算一好故事题材。哦，认识有20年了吧。哎，差不多了20年吧。嗯，20年前好像是一个6月3伏。对，我们认识是个夏天，北京热的都不行了。嗯，北京那个热呀，热的人死的心都有，闷热闷热。20年前也不是家家有空调啊，买不起。他那会儿住一平房，嗯，小平房，床那儿躺着，嗯，屋里小电扇，哎，有一电扇就不错。半夜12点热的那汗都塌了，睡不着觉。嗯，谦儿实在没辙了啊，啪，这是把盖着貂皮掀开了，我热死都不多。这么热天我盖貂皮睡觉啊。你看棉被掀开了啊，哎，军大衣掀开了，哦，嗯，毡子毯子啊，哦，地板革，哇，嗯，哦，塑料布啊，哎呦，油毡，嗯，我这盖房呢，我这当时觉得哎呀喘气都痛快了。对，少不压得慌了。这怎么早没想到这个好办法呢？嗯，防暑降温啊。哎，谁呀，转身坐起来了，嗯，对面就那电扇。哎呀，你快点转快点转。嗨，哎，怎么停了？怎么坏了？坏了呗。嗨，真生气。嗯，抄起斧子来2下把电扇就砸了，生气，扔了斧子坐在那儿运气。嗯嗯，冤枉这电扇了。怎么了？那不是坏了，但是没电了。你怎么知道是停电了呢？啊，电褥子凉了。哦，我这上边捂着底下还腾着呢，感情电褥子掀开了，棉褥子掀开了啊，毡子毯子垫子，哎呦，狼皮，嚯，狗皮褥子，哎呀，油毡地板革，好吧，塑料布凉席儿，我给自个儿裹里头了。嗯，心说一会儿嗯火炕灭了就行了。哎，好嘛，这夏天我把采暖设备都用上了，把煤球炉子先搬出去，还一煤球炉子呢。吃2勺辣酱，哎呦，压压心火。我用辣酱压心火呀？自己心里盘算啊，要不要把秋衣脱了？废话，头半年就该脱了，脱秋衣啊，脱了秋衣里边就剩一棉兜兜了，还一棉兜兜呢。一解兜兜这泡，这才凉快，暖水袋掉出来了。好家伙，我再给自个儿烫死我。脱棉袜子啊，裹脚布，秋裤，嗯，毛裤，绒裤，嗯，线裤，三保暖，好嘛，里边就剩一个小不点的那个小裤衩，嗯，哎，舒服多了。嗯，突然间电扇的电机又转上了，那是又来电了。可是扇叶坏了，没法用。灵机一动，嗯，绑上3把菜刀。对，刚才没热死，现在能给自个儿砍死。怎么样？一转啊，血都凉了。哎，对，吓得，心说我出去逃活命吧。哎，躲躲去吧，我别死在家里头是吧？啊，出来谁都热，那我签着汗，就是擦汗。一回头，嗯，电线杆子那儿站着一女的，是那会儿可不是你媳妇啊？当然，就算是个姑娘吧。啊，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？就是姑娘，就是个姑子那会儿啊。嗨，姑娘，一回头啊，瞧见这姑娘哦，这姑娘满身大汗，谁都热嘛。这几个大汉你还都认识啊？什么大汉呢？都是街坊。这先等一会儿，别说了啊！就这几个坏小子，去你大妈！这一出来，啊，看见你媳妇了。哦，这时候碰见我媳妇了。哎，站在这边电线杆子底下呢。哦，哎呦，热的也不行了。哎，什么大汉？还满身大汗还？那叫碰上坏人了，知道吗？碰上坏人了。对，什么叫满身大汗呢？于谦大喊一声啊，哎，我管，我排谁后头？哎，我排队来了。
我排队吧。不排队，我不排队，我加三儿啊。哎，我加三儿啊。没听说有月票。别胡说八道。怎么着？什么加三儿排队的？我得打跑了他们。英雄救美，就是这故事，把坏人打跑了啊。站在这儿啊，哟，这姑娘感动的都不行了啊。是啊，哎，谢谢您，客气了。钱摆上，哎，不叫事儿。嗯，借着路灯看。哦，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精神。嘿，于谦儿，嗯，定眼儿一看。哦，呵，这姑娘白白净，大高个儿，高鼻梁，双眼皮，不用再形容这姑娘，五彩斑红嘴唇。行了，我再纠正您一词儿啊。好的，那叫定睛一看。啊，我说的是，您说这定眼儿一看，你有什么区别吗？那区别大了啊！您说那个，我拿着大顶呢，应该。哎，那拿手机方便？不是，你别提这个，就叫定睛一看。啊，定睛一看，对，姑娘很漂亮啊。嗯，谦儿，哎，不叫事儿，不叫事儿。哦，姑娘娇羞满面。哎呦，先生贵姓啊？贵姓啊？什么什么贵姓啊？先生贵gay啊？哎嗨，怎么非有一gay呀？这我叫于谦啊。你怎么称呼？哦，我英文名字叫约翰。哦。嘿，哎呀，我刚听明白，感情刚才让我打跑那几位是人约来的。大姑娘有叫约翰的吗？这个，你姐姐还叫杰克呢。啊，没听说过，哪有这名字呀？你这都不是中国人的名字。好好，这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啊？我叫王刚蛋。好家伙！好婉约的名字呀。你怎么听出来的？这是刚改的，好听吧？还刚改的，比原来那好听吧？原来叫什么？您原来怎么称呼啊？原来叫王元娥。这叫什么意思？没明白呀。啊，那个我们姐儿仨，哦，我大姐叫王元姬，嗯，二姐叫王元鸭，嗯，我叫王元娥。好，姐儿仨按禽类这么排下来的。我爸爸叫王秃鹫。哎嚯，都给你们抓死。哦，没头发的啊。啊，那我没听明白哪仨字啊。啊，姑娘提笔给写王元娥三个字。哪三个字？姓王的王。哦，一元钱的元。是鸡鸭鹅的鹅。哦，写完递过来，签接过来就念。怎么念呢？玩我鸟。哎，